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观看这个游戏叫做《Destroy》扣押。这游戏我上次忘了做记录嘛，所以刚刚我稍微玩了一分钟，玩到就全部剧情了，来到了这里，然后就从这里开始吧。然后开始之前我就想说，这游戏竟然有更新档诶，有那个什么豪华版 Deluxe Edition，然后我刚刚有更新，但是我玩回这个原版的，因为它更新档它里面有那个，它把手提灯给移除掉了，然后把周围的灯光给调比较亮，然后那些效果啊、音效，还有过场动画都更加就有提升了。但是因为这个游戏我是在原档开始的嘛，所以我就想说用原档来把它玩完。所以，废话不多说，就继续这游戏吧。今天就来到了第三个人，进不去，来到第三，就是我们工作列表上最后一个人的地方了。哈，伴唱着，不介意我进去吧。起居室，这边可以做记录，封死了，进不去。Music slot，这是老虎机吗？你们懂老虎机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投钱进去，你拉手把，过它会随机跳出三个数字。如果三个数字都同一的话，那就是那就中奖了之类。老虎机啊，对啊，老虎机啊，它的公司名字叫做老虎机，看来无法运作了。去哪里啊？房间一，封死，进不去。有鬼火，一钥匙，绿色的烟，不敢吸入它。该死了，这什么都没有。哦，吸多点。老赵，门开了。这些被原本被木板封起来的门都开了。房间二，然后这边走路特别慢，道路被蘑菇挡着。该不会是要去定期的吸那个东西，然后开门吧？哪里啊？这是另外角度来看它，这样呢？另外角度，另外一个角度，算了。哎，又。就是你，另外一个角度吗？是，被蘑菇挡着了。再吸，哦，它上面有有那个条啦，一条东西。没错，看起来这幅画是雷龙寺，一大片蓝色，八十下可能会有用，蓝色的碎片。走廊，那走廊是哦，一开始的走廊了。这里不合适哦，这该不会是要有人在家吗？那该不会是要一直来回走同一个地方吧？我们回到起居室了，记录一下。打火机无法运作，这边可以吸一下，我干，我是被，哎呦，被挡住了，这边过不去，卧室用在这里，路大概只有一条吧。吸了这里之后，就可以往那个这扇门里面走。走来这里，这边有洞吗？除此之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青色、绿色的是什么啊？
这边有扇门，有药，有洞，又有一扇门。吸了之后就无法什么的了。那扇门是通过的，这里呢？是哪里？走廊，回来走廊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要用蓝色碎片哦，用在哪里啊？问题是没人在家，这里不适合。卡关了，谢谢。这种解谜方式，我要怎么？哎，这扇门是怎么通过啊？一路走，我是从如果进去一路走到底的话，是从这里出来嘛？然后这里要怎么通过啊？如果我吸这边的烟，有蘑菇挡着，所以只有开这扇门的选择。然后开了门之后，这些洞就不能钻了。吸了那个绿色的烟，很嗨，整个人会爽上天。这边门锁着，这边门锁是通过走廊吗？用在别处。然后这边开门的话，是从这里出来。这边用在别处。这边出来之后就无法进去了。我还有哪里需要调查？除了这个以外，看起来怪怪的。从因为哦，需要快啦。OK，了，需要跟时间竞赛。我希望人物可以跑啊，真的啦，跑啊，拜托你跑，摆动你的双腿。跑起来！哎，有时候觉得那个时间条很长，有时候又很短那样。快！快！没时间啦！怎么可能够时间啊？这里完全不够时间啊！你唬我！你唬我！这次就多细一点吧。不够时间啊！这个人物他走一段时间会慢下来耶，根本不可能够时间。卡关了，我真的卡关了这次。
我可以把碎片带着走吗？我可以把这些烟带着走吗？不可以吗？难道说有什么捷径？这扇门去哪里啊？哦，那扇门是通过走廊的。不可能啊。人物好像跑不动吧。别慢下来啊，拜托你别慢下来。行动，跑起来！哦，怎么可能够时间？哦，为何要收一间房子需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啊？我可能找到技巧咯，诀窍。刚刚有一扇门封死了嘛，在那个房间里面，我应该是需要去那个房间。等一下，哦，我可能觉醒了，我可能觉醒了。希望我的推理是对的，希望我想法是对的。拜托。显灵吧！这边吗？这个房间吗？这边，这个房间，嗯，进来了，然后再从这里去那个壁画。什么都没有，不喜欢这个主意。嗯 ，Hello， 先生你好，等下啦，我超怕时间不够了，所以就重新来过，吸，给老子用力的吸，到了，谢谢，那搭配红色。现在目前有红色跟蓝色嘛？难道说还有绿色吗？最后这幅画要怎么使用？这边这个。什么东西啊？感觉上有可以互动哎，这里。为什么这里会有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解决了一个难题，还有更多的难题在等。在等我，完了，卡关了。这边有东西吗？没东西。我舍掉了一部分红色，放上去不适合。我两个碎片了，应该是要煮完三个碎片才可以进去吧。
这也不适合。还有什么房间是没去过的？嗨，还是我看漏了什么东西？眼馋吗？已经完了。好长一段时间了，眼馋了，放这里，一点也没错，可以了，一点也没错，大家都嗨起来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这边的门消失了，醉汉，你好，找你了。参加我的 party， 我工作室，你要把我赶出去了吧？我来确认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顺利解决，就是这样，恐怕不行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很不爽，到底为什么？我要开一个很赞的告别 party， 一个值得铭记的夜晚。乐队拒绝来演出，但是。我们明明已经说好了，然后他们决定不遵守约定，我明白了。不过看你的样子，熟悉交涉这一套的人，去说服他们来演出。但是为什么这么做？如果我开不成，这个地方搞个天翻地覆，然后就买了保险。那你该想想，为了得到保险金要写多少文件？还得和保险公司来回扯皮，爽翻天了。他们就在隔壁走廊里靠近窗户的那扇门，就是我去看我能不能做到。怎么一点不开心？本来已经开始了，我想跳舞啊。可以。即使再多讲话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触发。储藏室，很多箱子，打包行李了。吸一口，爽过升天。这是要出去吧？这边的门就是这样消失了。现在需要找乐队嘛？乐队在这里靠窗的。过来是一支乐队在行进。我有这样一台电视，大家都有这样的一台电视，很老旧的电视。门可以开哦，房间一。5美元钞票，从垃圾桶捡起来的就不算是小偷了，你们懂吗？懂吗？你们懂了吧？吧？算了，不说了。晚上好，帕蒂有兴趣？当然，告诉我具体地点，隔壁现在。斯塔潘也来了，你们拒绝演出是吗？那很好，充分理由拒绝演出。付全款，但他现在改成开演前付一半，之后再付另一半。做的他好像会这么做，随时被赶出去，也是我来这里的理由。那顺利的搬走，他有些不开巴蒂，就把公寓毁了。成熟解决方式，如果我是你们，我也不会去演出的。不可信的人，表演一下。付全款，想想办法，我这次要做。五美元，五美元你们要吗？
不过我觉得他们似乎有其他用途。哦，我需要这样来回走哦。当一个中间人还真是不简单哎，不简单不简单，超难的中间人。先生，你给我起来！哎，这大门开了耶，什么啊？我可以回去吗？我键盘有问题啊！他那个人物他会自己擅自的走，没什么好说。这点钱够不够支付乐队的演出费用啊？为什么？雨伞，你要吗？5块钱，无法让它开心起来。Cheer out， 没。我所服务的公司，哦，我注意了，通过提供一些高回报的工作机会来让乐队听我的命令。老板的许可才行。打一通电话，看到公司联络电话，记下号码，找一部电话。啊，我需要记下号码哦。好小哦，那个字。我需要。对不起，我看不到。找到电话，要找到电话，电话在哪？哦，电话，很好，4美元，先生。哦，身上没带钱啊？5美啦，给你5美啦，给你。谢谢先生，收到号码为你拨通，给你感谢消费哦。玩家不用记号码啦，现在拨通电话。这是我公司的名字，然后接线员珍妮，给老板打电话。等一下，好孩子，很高兴接电话，工作怎么样？对我。最近还好吗？是这样了，用到一支本地乐队，雇佣他们，好吧？他们会演奏真正的音乐吗？什么类型的音乐？真正的音乐，低腰裤的垃圾瞎唱的东西不一样啊！蓝调，演奏蓝调音乐就可以雇佣他们。我已经说完了。拿好零钱，1枚硬币。这是他找给我的零钱。我身上有5美嘛，打电话需要用到4美。外国的公共电话都特别贵啊。嗯，转。我想玩一下了啊，现在无法工作 ，OK。我以为可以玩呢，我刚卡关卡了20分钟嘛，现在应该可以赶进度了，毕竟都有明确的目标了，不用再到处走。有份工作，大公司上班，很棒的巴蒂，学一支乐队。感兴趣，所以你们同意现在去隔壁演出，我就把你们介绍给我公司。有个小小的要求，会不会演奏蓝调音乐？蓝调啥？我可能听过这玩意，所以说你们不会演奏。如果有乐谱的话，我们没准可以。乐谱去哪找啊？乐谱去哪找啊？
拿了啊 ，music slot 这个吧，运作起来啊。要上哪？要上哪里去找乐谱给你们啊？而且我没先打电话了，这里吧，应该是。有吗？没有。一枚硬币，你要吗？一枚硬币你要吗？就会这么简单把钱丢掉，公司 就在我隔壁。其实打电话可以用公司的费用吧，没任何好处。一美元不够打电话，应该已经没有这里的作用了吧？这边没东西可以调查，给我倒，刚刚好。嗯，我要如何修理啊？怎么找乐谱给你们啊？告诉我地点啊。可恶耶，这个游戏。有些事要做。话说来，我好像没有正常的跟那个不开心的人说过话嘛，去找他说过话好了。在不拿东西的情况下，空手。没有啊，不能啊，没什么好说，我也没什么好做的了。说真的，我可以干嘛？我还有哪里没去过啊？我还有哪里是没调查过的啊？然后说这老虎机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用吗？世界转动吧。中个头奖。中了一本蓝调乐谱，拿不着老虎机。感谢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三次。感谢，给你乐谱，给老子去演奏，快，学会了，这么快就学会了，干，别弹了啦，去隔壁啦，去。太棒了，开始 party 吧，至少很棒的工作，很好哦。
嘿，隔壁有妹子耶，虽然他眼睛全黑的，有那么一点恐怖。节奏一时快一时慢，我的耳朵快坏掉了。应该是可以往前走了，有音乐，什么东西？第三门，开门。哦，老奶奶，这是我一路过来的路程吗？已经安排好了。这是她的丈夫吧？谢谢你啊，布雷登先生。一只兔子来作伴。夏奈尔，很喜欢这只兔子，一定能够比我活得更久。它是只活力兔子，我理解你。动物往往可以给它主人带来极大的宽慰，这只兔子将会得到很好的对待。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，这是我唯一的要求，这非常重要。抱歉，时间到了，你需要那五百美元？什么啊？这是？哦，我会交钱的。哈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那是什么声音？我家有奇怪的声音哦，奇怪的碎件，带杯咖啡，待会挖它，好暗哦，起居室，我承认那声音让我不安，不过我不就这样逃走了，不是电视发出来的，这是门吗？这是什么？电话机。这是门。毛毛的耶。哈哈哈，说的对，亲爱的。那天真是好笑啊。快看啊，亲爱的，是我们的儿子。看到了，亲爱的，老爸老妈，怎么会很吵？我这里很吵哦，希望我们没吵到你，你吵到我的啦，怎么会？给你个惊喜，我和你妈，所以给你做了早餐，冷静下来，真的都没发生过，不过是我的幻觉，你说的对了，我们是你一部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难道看不明白吗，儿子？这工作不适合你，你自己也明白不是吗？尽力想让你脱离这份工作，通过让你感受惭愧，还有那头大象。抱歉，孩子，我知道那可能有一些极端，但我们只想停下，立刻停下。神志不清，休息了，放轻松些，喝杯咖啡。给老师来一份，来一份咖啡，还没准备好，吓死我了！那画面又暗，然后突然跳音乐出来，有报纸耶。订了一份报纸，好极了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看报纸，消磨时间，等咖啡。这是开始人生，开始新一天的程序。报纸和咖啡真是绝配啊！不是说泡这次。好的，现在可以回到桌边喝咖啡了。
物质有点冷。热咖啡则是一种享受，有趣。政府想要增加食品月税，新的高速公路开始建设，穿过了泰勒先生的旧房子那条公路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这是什么？新物种的发现，还真不错。是什么内容？一份补告。这怎么念啊？这字，各种字，还有死者年龄。南希·戈德温，这是戈德温奶奶去世了吧？不，不，这不可能。前不久才去养老院探望过她，就这样去了，瞬间崩塌了下来，灵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变。我做出了决定，我要去辞职，这份工作我不干了。但在那之前，拜访他的墓地。已经挖了有40分钟了耶。进行挖掘施工，拒绝接待任何来访。这边要开始挖掘了耶，这边不是墓地吗？挖啥小啊你们？不用怀疑，我在寻找记录点，这时候做个段落了。这边是第三门嘛，无法通过这道门，那大概就是第二扇了吧。记录点，我要记录点。啊，记录点，谢谢。这游戏我就先玩这里了啦。这个最后一个房间真的是有点难啊，这谜题，因为它有双世界嘛，表世界跟里世界，所以要两个连接在一起，真的是很花脑啊。然后我觉得主角他责任感还蛮重的。因为他本来是因为工作来找这些人嘛，结果因为这些人，怎么说失去了家，然后没地方住，或者他们搬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主角他都会把那些源头怪到自己身上来，都是自己的错，才会让他们变成这样。虽然也有可能啦，但是我觉得啦。而且呢，搬出去之后，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，就有怎样的结局嘛。所以应该也不能全怪主角了。然后刚刚那个画面真的吓死我了，在家里，主角的爸妈在那边砍人肉吧，砍肉，那个画面真的是能把我吓到了。哎 太暗了这游戏。好吧，这集就先玩到这吧。我们下次再继续吧，已经玩了有40分钟了，开关卡了20分钟了，太可怕了，这游戏太可怕了。